这样可以吗？你要在前面就在前面哈。抓住哈，一只手抓住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那可以吗？这样子位置还可以哈，因为这脚底不给它揉一揉啊，脚底就会没那么舒服，给它压一压，这个脚底就好像比较会放松哈。这只脚还可以哈。这样也可以吗？这里头哈，这里比较紧一点。可以吗？这个敲一敲还可以哈。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
小腿的肌肉还可以吗？可以。这种东西都是肉嘛，嗯，肉痛嘛，哈。哎呦，疼！这种肉的地方，就是说整个手掌贴下去，把这个肉酱揉揉松，揉揉散。还有你这个侧着吧，侧着。啊。侧着啊，侧着啊。侧着。再过来一点。嗯。侧。嗯。对。嗯，好，你就让侧着就好了。侧着，侧着，然后这一边，这样子你侧着这个地方。嗯。刚刚是揉后面嘛，啊，现在是揉这个地方。这个大腿里面可以吗？嗯，你大腿里面会酸痛吗？都 OK 的。都 OK 哈。好，整条腿。我的脚都 OK 的。嗯。这边呢？都 OK 的，我走路都很快的。嗯，就走路太快了嘛，才会跌倒。哎呦呦呀！对呀，这里呀，有一点痛了嘛。对呀，这里你看这根，所以说这个骨头就是这样的，这边的筋管这边的筋。哎呦，痛死！嗯。如果不揉它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这边痛，对不对？揉了它以后，就知道这边痛了。揉了就知道哪边痛了，不揉都不知道了。好，这里哈。哎呀！很多人这里啊，毛病啊。很痛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在骨头，又是筋，哦，所以这个地方要手掌这样子把它贴着揉。这个地方要是拿这个针灸图的话，就可以对照，在这个位置，这里啊，对吧？嗯。这里最痛了嘛，啊，这个位置。就膀胱经跟胆经交汇的地方，哎呀，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慢慢揉啊，也不要是很急的揉，因为很急的揉不一定的就是说很用力揉啊，就是好的嘛。哎，痛痛了。痛啊！你看这种地方，你不揉它，你都不知道。哇，这边还这么痛。揉了以后才知道。嗯。这位置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是等于是胆经嘛。
哎呀，烫烫烫！啊，烫烫烫！哦，痛痛痛！嗯。哦，痛！哦，痛！这个地方你看痛的地方要揉好久哈，现在怎么样，痛好一点吗？好一点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因为手呢肉比较多一点，老太婆啊，店里面的老太婆啊，她都是这里啊，很痛啊。这种地方痛呢，这个怎么看也都很难看得好。哎呀，痛。你刚才说这边还可以哈，嗯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，但是这边的肉呢也是没事要给它揉一揉，不揉一揉的时候它这个酸痛啊，它都是一直一直在，哦，所以揉了以后你才知道嘛，不揉怎么知道呢？是不是？对。这手呢？这手不要疼了。哦，知道啊。这手受伤过了。嗯。那还是把这个地方先弄好。嗯，去玩去吧。这个地方好吗？谢谢。好。那不管他了。嗯。不管他了。好，你先这样子放着。那电话给我啊。电话给你，老二。嗯。来，你接电话，你讲吧。喂。哦，怎样？